很好。 征战永不止歇，有何不可？出发！ 万象泄欲，我们重新设计了这里的拉夫保卫者，准备进行实战测试。 回来了，圣战呼唤着我，选择天赋。
有何不可？见证萨卡兰姆的力量，向敌人讨回这笔账吧。 圣战呼唤着我。
个结果也是有可能。全力攻击，我要确认保卫者能承受多大的伤害。以圣光之名进攻，一定要摆平这个敌人，越快越好。很好，你们失去一座堡垒。圣战呼唤着我，很好。这次的教训，让自己变得更强吧。我准备要启动另一个终端平台了。找个徒弟来接班了，很合理。动力输送到终端平台了，占领终端平台，你就能操控保卫者。圣战永不止歇。双杀，出发，一
摆平这个敌人，越快越好。一定要摆平这个敌人，越快越好。堡垒已摧毁，让我看看你们的厉害吧，英雄！保卫者正等着你们。就无法攻击。你摧毁了一座堡垒，这座堡垒吧，我们跟这些佣兵交个朋友吧。友军需要协助，阿卡拉特的旨意。即将就绪，在我启动他的时候，维持中端平台的连线吧。成功了，有何不可？
点占领终端平台。吸取这次的教训，让自己变得双杀。一定要把全境。看来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天才。我念净化一切。准备就绪，只要有他的力量，我们就能战无不胜。我重返战场了，是这里吗？我们跟这些佣兵交个朋友。打得漂亮，但我们还要再接再厉。是这里吗？前，别慌，
占领终端平台，启动保卫者。双杀！做好准备，你们很快就要亲眼见识保卫者的力量。你看起来好像该去治疗伤口。我不救你！胜利 MVP。